所以幼有所教，弱有所扶，老有所养。我们希望新加坡不仅是一个养儿育女的好地方，也是一个让年长人士过上有意义、有尊严生活的温馨家园。我们将改进现有的乐龄补贴计划，协助低收入年长人士应付开销，让他们的退休生活更有保障。另外，我们将推出退休户头配对补贴计划，帮助那些公积金存款不多的国人补贴他们的公积金储蓄。我们也鼓励年长国人保持身心活跃，过上充实的退休生活。